起来的话就很漂亮了，装置艺术。装置艺术，眼部的装置艺术。对。那像这个现在在画的这个球，之后如果在脸上的部分的话都是贴钻。哦吼。对，那像这边的部分的话是红色的嘛，那我们在脸上的部分的话，这颗就是红色大钻。一个草稿，嗯哼，对，就是知道说人可以怎么画。哦，嗯，所以其实跟真人这样模拟情况来讲，十之八九都差不多一样。对，是一模一样的。把右上角、左下角、右下角都可以，对，没有限定说是绝对是舞台。舞台装部分。对对对对，是。是我安排的课程，就是有特别帮他们安排，就是所谓的创意纸图的部分。那这个创意纸图我们会用在我们的全国美容美发大赛。那到我们毕业发表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画在真人身上。